乐儿啊，刚才你这个小高音啊，唱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，我来给你示范一下好吗？注意听。啊！乐儿，我咬你了。谁咬人呢？啊？乐儿，这个钱你拿着去买吃的啊。等会儿吗？来路不明的钱咱不能拿呀。哥，我那份呢？哥，什么玩意儿？就你那份啊？这不是搜狼网网友首届这个歌唱比赛晋级奖励吗？你这都听谁说？谁嘴这么快呀？就200呀，你多少啊？我500啊。凭什么呀？我领唱。领唱就250呗。我告诉你啊，少废话，明天就是复赛了，咱们今天得好好排练排练。这还排练什么呀？您都大领唱呢，你怎么领我们怎么唱呗。非常好，我要的就是这个调调啊。那么下面作为领唱的我来定一下明天晚上演唱的歌曲，9月9的9，准备好了吗？音乐走。又是9月9呀，重阳节难聚首，离家的人儿漂泊在外头。又是9月9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嘿参北斗，嘿嘿人有一碗酒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嘿嘿全都有啊。哦，停一下，怎么唱到好汉歌上去了呢？我不知道，你是领唱吗？这个歌曲可能我不是很熟悉，咱们换一个大中国怎么样？音乐走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总操心的图个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。那故意的王，谁故意的？莫儿，我不知道。你是领唱吗？啊，我是领唱，你就这么配合我？你领一个我看看来。我要领一个指定唱的比你好。我打的发谁？我的发谁？停！我是看出来了。哦，你们俩重新给我捣乱是吗？这回我不要你们俩了。下面，我独自演唱一首军旅歌曲《小白杨》。小白杨。怎么唱来的？这都没听过。这都不知道吗？就是跟说句心里话特别配套的那个。会唱啊？这跟玩儿一样。不用我再教你一遍吗？这样的歌等着就来。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，根儿深啊杆儿壮，就是手望着北京。要不怎么说人家是领唱的？那唱的一点都不在调的，这就棒。莫儿，我咋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是领唱，你一个拿500的，老跟我们拿200的较什么劲呢？莫儿，咱们走。别走！你要干什么？我算是明白了。干什么？家里干啥呀？哎。这你拿着，这男的这钱谁能要的？真，咱们是兄弟，不合适吧？这是你的，早就该这样。干脆啊，咱们三个人谁都不当领唱了啊，我们三个是一个整体，一个整体啊就要好好唱。对，音乐，走着。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，阿里山的姑娘辫子长呀，两只眼睛真漂亮，跑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，
唱，唐朝的中华要让四方来横八大黑，反了，跪下来。谢谢谢谢三位精彩的表演，还是听听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。那个挺不容易的，又唱又跳，挺热闹这个小品。嗯。